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识食攻略》，我系识食特工 Dorothy。今日带大家嚟到沙田嘅一间日本餐厅，佢哋新推出九州 A4 黄牛，仲有多款特色日式料理，一齐去试下啦！支店喺今年年中开幕，装修简约清新，以新干线送餐，好受沙田朋友欢迎噶。餐厅新出限定黄牛料理，选用九州 A4 黄牛制作，各位牛魔王唔可以错过。海胆三文鱼子盐制日本黄牛，海胆同三文鱼子都系极上食材，配搭黄牛鲜味十足。香辣日本黄牛卷，外层系隻烧黄牛，馅料亦有鲜嫩多汁嘅黄牛，带嚟双重黄牛之味。香葱汁烧日本黄牛寿司 ，A4 黄牛油脂均匀，入口即溶，配上干葱同紫洋葱碎，同黄牛超夹啊！除咗九州 A4 黄牛料理之外，餐厅其他菜式都好吸引噶，一齐试试佢啦！寿司刺身方面，推荐丰盛双虾刺身、吞拿鱼三罐、盐葱原隻帆立贝寿司、花样三文鱼蟹肉杯摆盘有心思，大咖一流。卷物推介支点风之卷、黑松露软壳蟹饭卷同牛油果吉列炸虾饭卷，天妇罗必是滋味天妇罗，甜虾鲜味十足，